我跟栋梁早上起床的时候都是这样，昨天好像被揍了一顿。平常我们热身只需要大概五分钟，老师就可以开始教大家跳舞了。那天热身了35分钟。我以前一直觉得只有老人才会发出声音，从漂移开始就是这样子，我就一直不愿意发出声音，但到现在发得很自然。这是两只要死的啦。其实这一次跟舅舅两个人在练舞的过程辛苦，但都挺开心的。刚好舅舅在北京有工作，然后我还特地飞了一趟北京跟舅舅一起练。去哪里？也是那时候跟舅舅开始培养我们真的两个人，当然我是跟他从义工就到现在，但是都是有其他人，这次是真的第一次，就是我们两个人。不要，我觉得我觉得我好可爱的。哎，小一点点不错。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人比较可爱？哦，这可能有点老。其他自己动作可以。好，三二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大家都一直问我说你是舅舅的 team 的元老级人物，每次大家说为什么，但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会让我觉得我在这边会越来越好。四走二四走，我会遇强则强吧。哦，哇，我好 sexy 哦。我一开始以为是假的，我以为他为什么要穿一个就是，对，天啊，他有事儿吗？我很不喜欢拿这件事情来说，但是我有这件事情也是事实。大家如果一直在我们讲什么，就是现在这个舞台就是要把我们有的筹码拿来用，要上台的时候我就哎，帮我找个安静的地方。然后出来还要假装冷静啊、哦，嗯，哦，对，每天都这样。我觉得整个状态，我会用那个造型出现在《饿狼传说》这个舞台，做到今天这个样子，我不用再去告诉你说我做了什么跟什么跟什么跟什么，这个表演它本身就是一个突破。这是在《饿狼》的舞台上面可以看到栋梁爆炸性的演出，大家一定要集中精神。